我不忍心。站在韩国瑜身旁，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越说越气，当场哽咽。但是这一幕，台北市长柯文哲忍不住戳回去。人家有讲到吗？他说他就暗示，他在暗示。哎呦，我跟你讲，表演不要表演过头好不好？表演柯文哲最会表演的啊！难道我在这里问柯市长，难道你认为新竹是乡下人吗？自己人被民众党主席开酸，国民党的反应是这样。包括我们行动中常会刚刚才在新竹市举办，韩国瑜市长还有前主席，很多人都去帮他。那接下来还会有包括侯市长，包括我们的马前总统都会去帮林根仁。国民党还是很用力在挺他吧，我想应该是了哈。不过选举还是靠自己啦，哦，别人挺都只能锦上添花嘛。赵少康话中有话，而林根仁民调持续排第三，新竹市弃保传言满天飞。政党的利益交换是新竹市民所不能接受的。如果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2024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眉来眼去，那我也相信新竹市民不能容许自己的城市前途被做这样子的一个无谓的交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则是发文讽刺高虹安，主张选人不选党就是急着切割民众党。柯建铭总召其实他也不是第一天在脸书上骂高虹安的，所以我觉得柯建铭总召的脸书就看看就可以了。选战倒数，新竹市蓝绿白厮杀，候选人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引发外界不少联想。三立新闻李维廷、陈彦豪台北报道。